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446卷第二分出业品第52。所以者何？善现一切法皆以空无相无愿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空无相无愿中去与非去不可得故。善现一切法皆以无起无作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无起无作中去与非去不可得故。善现一切法皆以无生无灭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无生无灭中去与非去不可得故。善现一切法皆以无染无净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无染无净中去与非去不可得故。善现一切法皆以无所有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无所有中去与非去不可得故。善现一切法皆以幻梦想象光影阳焰变化式寻相成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幻梦想象光影阳焰变化式寻相成中去与非去不可得故。善现一切法皆以无量无边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无量无边中去与非去不可得故。善现一切法皆以不与不取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不与不取中去与非去不可得故。善现一切法皆以不举不下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不举不下中去与非去不可得故。善现一切法皆以无去无来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无去无来中去与非去不可得故。善现一切法皆以无增无减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无增无减中去与非去不可得故。善现一切法皆以不入不出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不入不出中去与非去不可得故。善现一切法皆以不急不散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不急不散中去与非去不可得故。善现一切法皆以不合不离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不合不离中去与非去不可得故。善现一切法皆以我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卜特伽罗一生如同作者使作者起者使起者受者使受者知者见者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我乃至见者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无我无有情无命者无生者无养者无是夫无卜特伽罗无一生无如同无作者无始作者无起者无始起者无受者无始受者无知者无见者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无我乃至无见者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常乐我净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常乐我净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无常、无乐、无我、无净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无常、无乐、无我、无净，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贪嗔痴是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贪嗔痴是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诸见去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诸见去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不动性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不动性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色受想行识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色乃至是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眼耳鼻舌身意处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眼处乃至意处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色声香味触法处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色处乃至法处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眼耳鼻舌身意界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眼界乃至意界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色声香味触法界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色界乃至法界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眼耳鼻舌身意世界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眼世界乃至意世界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眼耳鼻舌身意处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眼处乃至意处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眼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不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即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四念住、四正断、
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苦集灭道圣地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苦集灭道圣地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八解脱、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三圣菩萨十地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三圣菩萨十地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五眼六神通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五眼六神通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如来实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欲留、意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善现一切法皆以欲留、意来、不还、阿罗汉、独觉、菩萨、如来应正等觉为去，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是去不可超越，何以故？欲留乃至如来应正等觉上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况有去非去可得。
如是善现，菩萨摩诃萨为与世间作所去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哀悯世间生死苦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为得无碍自在神通，拔诸有情生死大苦，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哀悯世间生死苦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第二分调伏贪等品第五十一。尔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谁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净信即生圣解？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久于无上正等菩提发意去求，精勤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已曾供养百千俱之那与多佛，于诸佛所久修梵横发弘誓愿，善根纯熟，无量善有摄受护念，乃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净信即生圣解。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能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生于净信即生圣解，是菩萨摩诃萨心何性何相何状何貌？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生于净信即圣解者，心已调伏贪嗔痴，即远离贪嗔痴，为性为相为状为貌。复次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心已调伏贪嗔痴及无贪嗔痴，远离贪嗔痴及无贪嗔痴，为性为相为状为貌。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性相状貌心，乃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净信即生圣解。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能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生于净信即生圣解，是菩萨摩诃萨当何所去？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当去一切智智。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去一切智智者，是菩萨摩诃萨能与一切有情为所归去。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若菩萨摩诃萨能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生于净信即生圣解，是菩萨摩诃萨则能去向一切智智，若能去向一切智智，是则能与一切有情为所归去。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是菩萨摩诃萨能为难事，为患如是坚固假咒，我当度脱一切有情，皆令正得究竟涅槃，虽与有情作如是事，而都不见有情施舍。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复次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患假咒，不属色，亦不属受想行识，何以故？色乃至是，皆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假咒，故说彼假咒不属色，亦不属受想行识。是菩萨摩诃萨所患假咒，乃至不属一切智，亦不属道相智一切相智，何以故？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皆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假咒，故说彼假咒不属一切智，亦不属道相智一切相智。是菩萨摩诃萨所患假咒，不属一切法，何以故？一切法皆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假咒，故说彼假咒不属一切法。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患如是功德假咒，为我当度一切有情，皆令正得究竟涅槃。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能患如是坚固假咒，为我当度一切有情，皆令正得波涅槃者，不堕声闻及独觉地，何以故？
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不与有情安利分现，而患如是坚固假咒。佛告善现，汝观何意作如是言？若菩萨摩诃萨能患如是坚固假咒，不堕声闻及毒绝地。尔时善现白言，世尊，是菩萨摩诃萨非为度脱少分有情而患如是坚固假咒，亦非为求少分智故而患如是坚固假咒，何以故？是菩萨摩诃萨普为拔济一切有情令波涅盘而患如是坚固假咒，但为求得一切智智而患如是坚固假咒，有此因缘，不堕声闻及毒绝地。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尔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无能修者，无所修法，亦无修处，亦无由此而得修习，何以故？世尊，非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中而有少分十法可得，名能修者，即所修法，若修习处，若有此修。世尊，若修虚空，是修般若波罗蜜多；若修一切法，是修般若波罗蜜多；若修不实法，是修般若波罗蜜多；若修无所有，是修般若波罗蜜多；若修无摄受，是修般若波罗蜜多；若修除前法，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修除浅合法，是修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现白言，世尊，修除浅色，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受想行识，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内六处，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外六处，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内六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外六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六世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我，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普特伽罗，一生如同，作者受者，知者见者，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布施波罗蜜多，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苦集灭道圣地，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八解脱、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无眼六神通，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复次善现，应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观察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若菩萨摩诃萨
虽行般若波罗蜜多，而无执着，当知是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若菩萨摩诃萨虽行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而无执着，当知是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若菩萨摩诃萨虽行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而无执着，当知是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若菩萨摩诃萨虽行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而无执着，当知是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若菩萨摩诃萨虽行苦集灭道圣地，而无执着，当知是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若菩萨摩诃萨虽行四念住广说乃至一切相智，而无执着，当知是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复次善现诸有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观他语及他教戒以为真要，非但信他而有所作，不为贪欲嗔恚愚痴骄慢等法染污其心，亦不为彼之所牵引。诸有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离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诸有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沉不默，亦不退舍所求无上正等菩提于深般若波罗蜜多，欢喜乐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力，细念思维，如说修行，曾无厌倦。当知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前世已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意趣，受持读诵，如理思维，精进修行，心无厌倦，何以故？由此不退转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沉不默，亦不退舍所求无上正等菩提于深般若波罗蜜多，欢喜乐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如理思维，精进修行，心无厌倦。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沉不默，亦不退舍所求无上正等菩提于深般若波罗蜜多，欢喜乐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力，细念思维，精进修行，心无厌倦，是菩萨摩诃萨云何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去向临入一切智智，应作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现白言：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云何相续随顺，去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去向临入空无相无愿虚空无所有无生无灭无染无净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无造无作如幻如梦如想如像如光影如阳焰如变化事如寻相成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去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去向临入空无相无愿，乃至如寻相成，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去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者，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为行色否？为行受想行识否？如是乃至为行一切智否？为行道相智一切相智否？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行色，
不行受想行识，如是乃至不行一切智，不行道相智，一切相智，何以故？是菩萨摩诃萨所随顺去向临入一切智智，无能作者，无能坏者，无所从来，无所至去，亦无所住，无方无欲，无数无量，无往无来，既无数量往来可得，亦无能证。善现如是一切智智，不可以色证，不可以受想行识证，如是乃至不可以一切智证，不可以道相智，一切相智证，何以故？色即是一切智智性，受想行识即是一切智智性，如是乃至一切智即是一切智智性，道相智，一切相智即是一切智智性，何以故？若色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亦真如，无二无别。若受想行识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亦真如，无二无别。如是乃至若一切智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亦真如，无二无别。若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亦真如，无二无别。是故一切智智，不可以色证，不可以受想行识证，如是乃至不可以一切智证，不可以道相智，一切相智证。第二分真如品第五十二之一。尔时欲界色界诸天各持天上旃檀香末，多揭罗香末，多摩罗香末，复持天上瓦波罗花、波特摩花、居某陀花、奔图利花，摇散佛上，来意佛所，顶礼双足，却住一面，合掌恭敬白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难见难觉，不可寻思，超寻思境，微妙冲迹，聪敏智者之所能知，非诸世间皆能信受，即佛无上正等菩提。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皆作是说：色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色；受想行识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受想行识。如是乃至一切智，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道相智，一切相智，所以者何？若色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亦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若受想行识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亦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如是乃至若一切智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亦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若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亦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佛告欲界色界天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诸天当知，我观此意，心恒去疾，不乐说法，所以者何？此法甚深，难见难觉，不可寻思，超寻思境，微妙冲迹，聪敏智者之所能知，非诸世间皆能信受。所谓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是如来应正等觉所证无上正等菩提。诸天当知，如是无上正等菩提，无能证，非所证，无证处，无证时。诸天当知，此法深妙，不二现行，非诸世间所能比度。诸天当知，虚空甚深，故此法甚深。真如甚深，故此法甚深。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甚深，故此法甚深。无量无边甚深，故此法甚深。无来无去甚深，故此法甚深。无生无灭甚深，
故此法甚深，无染无净甚深，故此法甚深。无知无得甚深，故此法甚深，无造无作甚深，故此法甚深。我甚深，故此法甚深，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卜特伽罗，一生如同，作者受者，知者见者甚深，故此法甚深。色甚深，故此法甚深，受想行识甚深，故此法甚深。如是乃至一切智甚深，故此法甚深，道相至一切相至甚深，故此法甚深。一切佛法甚深，故此法甚深。使诸天众白言：世尊，此所说法甚深微妙，非诸世间猝能信受。所以者何？此深妙法，不为摄取色故说，不为弃舍色故说，不为摄取受想行识故说，不为弃舍受想行识故说。如是乃至不为摄取一切智故说，不为弃舍一切智故说，不为摄取道相智一切相智故说，不为弃舍道相智一切相智故说，不为摄取一切佛法故说，不为弃舍一切佛法故说。世尊，世间有情，多行摄取我所执，为色是我，是我所，受想行识是我，是我所，如是乃至一切智是我，是我所，道相智一切相智是我，是我所。尔时佛告诸天众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此深妙法，不为摄取色故说，不为弃舍色故说，不为摄取受想行识故说，不为弃舍受想行识故说，如是乃至不为摄取一切智故说，不为弃舍一切智故说，不为摄取道相智一切相智故说，不为弃舍道相智一切相智故说，不为摄取一切佛法故说，不为弃舍一切佛法故说。世间有情，多行摄取我所执，为色是我，是我所，受想行识是我，是我所，如是乃至一切智是我，是我所，道相智一切相智是我，是我所。诸天当知，若有菩萨，为摄取色故行，为弃舍色故行，为摄取受想行识故行，为弃舍受想行识故行，如是乃至为摄取一切智故行，为弃舍一切智故行，为摄取道相智一切相智故行，为弃舍道相智一切相智故行。是菩萨不能修般若波罗蜜多，亦不能修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如是乃至不能修一切智，亦不能修道相智一切相智。尔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此甚深法，能随顺一切法。世尊，此甚深法，能随顺何等一切法。世尊，此甚深法，能随顺般若波罗蜜多，亦能随顺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此甚深法，能随顺内空，亦能随顺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此甚深法，能随顺真如，亦能随顺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此甚深法，能随顺苦集灭道圣地。此甚深法，能随顺四念住，亦能随顺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此甚深法，能随顺四净律，亦能随顺四无量四无色定。此甚深法，能随顺八解脱，亦能随顺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此甚深法，能随顺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此甚深法，能随顺净观地，亦能随顺种性地乃至如来地。此甚深法，能随顺极喜地，亦能随顺离垢地乃至法云地。此甚深法，能随顺五眼，亦能随顺六神通。此甚深法，能随顺如来实力，亦能随顺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此甚深法，能随顺三十二大事相，
亦能随顺八十随好。此甚深法，能随顺无妄施法，亦能随顺恒住舍性。此甚深法，能随顺陀罗尼门，亦能随顺三摩地门。此甚深法，能随顺预留果，亦能随顺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此甚深法，能随顺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亦能随顺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此甚深法，能随顺一切智，亦能随顺道相智一切相智。世尊，此甚深法都无所碍。世尊，此甚深法于何无碍？世尊，此甚深法于色无碍，于受想行识无碍，如是乃至于一切智无碍，于道相智一切相智无碍。世尊，此甚深法无碍为相，何以故？世尊，虚空平等性故，真如平等性故，法界乃至不思议界平等性故，空无相无愿平等性故，无造无作平等性故，无染无净平等性故。世尊，此甚深法无生无灭，何以故？世尊，色无生无灭，不可得故；受想行识无生无灭，不可得故；如是乃至一切智无生无灭，不可得故；道相智一切相智无生无灭，不可得故。世尊，此甚深法都无足迹，何以故？世尊，色足迹不可得故，受想行识足迹不可得故，如是乃至一切智足迹不可得故，道相智一切相智足迹亦不可得故。